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圆心在 O 点，好，圆心在圆点，半径是一，好，这半径是一啊。好 ，AB 为切线，好 ，AB 是切线，所以这是90度。是以单一线段哈表示下列三角函数，好，第一个 ，sin 西塔。好，西塔这个角 ，sin 西塔就对边除以斜边，这斜边是半径是一嘛，所以第一比一，所以是第一啊。哦 ，sin 呢用单一线段表示呢三角函数，所以 sin 西塔是第一。第二小题 ，cos 西塔 ，cos 西塔的话哈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角的邻边是 OE 啊 ，OE 比一嘛。所以是 OE。好，啊，再我们看呢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 ，tangent 哈西塔。tangent 这个角度哈，就是 AB 哈，比上这个一的，我是半径嘛，所以是 AB。好，那这样就做完了。